个中国原则是中英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。我们敦促英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。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，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。